咱们是深渊号角版的，咱们滚出3000个骷髅兵，咱们就用这个艾莎吧，这是个双层的随机地图，来开始。好，还是在地下。哎呀，这个尼姆巴斯是个蟹人呀，给你个幽灵吧。好，哎，还行啊，石头仓库、木头仓库都有。咱们先把这骷髅兵搞定。哎，15个幽灵，不对呀，这不对吧？哎，神剑，往他这边，我再给他来一个。哎，我回去。哎，怎么一刀还4个秒掉？把那大怪黄叔处理掉。哎，啥没有，先不管了，今天啥不见了。哎呦，这有个邪庙，哎呦，还有骷髅转换场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实在不行，凑不够3000，咱们就把这个强哥全都转化掉。强哥也是骷髅兵啊。这个图挺富啊，呀，这边一个坟地，你看。呀，还有一个硫磺仓库。呀，这个地下挺多钱啊，主要是就一个敌人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钱就很多。你看，这第二天攒8000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怎么还挨这么近啊？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不过好像是不接壤啊，不担心。完全不用担心。哎，甚至连国会都不卡。来。这好像是个塔楼。塔楼那更好收拾，先占木头厂吧。哎，这尼姆巴斯忘动了，这忘移动了，你可还行啊？好，看什么好东西，血鼠啊，血鼠就算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看不清啊，这个时间打马赛克了，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啊。哎呦，这防御术，哎呦，我天呐，我读个档，读个档。来，高级招魂，我过去啊。这个学者让艾莎去吃，副将我看还是就先别吃。哎呀，先起个陵墓啊，在这长着尸屋，还得靠尸屋。好，我先过去吃啊。再整个魔多，魔多可以。
这个东西放这儿我都不想捡，什么用没有。咱们先赶紧过去啊，把它吃了。现在艾莎是这个高级招魂了，非常危险。他现在是只有一个高级技能，相当危险。哎呀，这个防御术他必须得学啊，骷髅海和防御术简直就是搭配啊。等带上失误再去打野啊，现在用骷髅兵上网比较大。死亡挂件，哇，这个营帐这么多，这三个了。来召魂塔魔多，我看，哎呀，都是资源啊，快去捡啊。这种富裕仗这辈子没打过。先回带上失误啊，就起个幽宅，再把这失误一买，买五个差不多。现在咱小目标完成了将近1/30了。这还两个宝箱，挺好。好了，这局怎么打也是这个样子啊！让世界冠军来打，他也是这个样，反正不可避免。哎，经验，经验，都是经验。再给他一天，打他！哟，火神剑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可以打石头人，可以打，不就40多个石头人吗？好，12点的蓝还行。咱们不行，给这骷髅套个护体神盾。这一刀砍2-8个，来上个神盾。来砍他。这个2-7个，来个嗜血，先把他肉死啊，这样少死了将近20个。好，火神剑，哇，死神区，哇，这死多少人也得拿下来啊，这地方必须得打。周六正好国会，然后周天暗黑店，现在就等那个巨灵骑术了，现在走不了，先这样回去，在这先等着。好，波纹，要谢你的地茶，谢谢。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三个卷轴啊？虽然说都是一些小法术，就是没有守卫的，他捡不出高级法术啊。
啊，驱魔、御水，你给个减速啊，你给点有用的好不好？这哥布林，这个中途咱们就不用再培养这个副将了，直接用艾莎一个人啊，让他自己就好。仓库就带骷髅走的有点慢，这也是骷髅海的弊端。还学个理财，哎呀，你还出后勤，你这个鹰眼技能不错。哎，你过去看看，没有高手，这个确实是高手，S3 高手，买出来吧。30个骷髅兵啊，不买白不买。高手是汉语词汇，拼音不要高。要现在就能高级幼崽了，先不着急啊，咱们先起魔法塔，咱们出个这个聚灵奇术啊。先回去，回去。现在走的最快的居然是狮巫，来，咱先起这个，算了，咱们直接看有没有聚灵奇术。啊，不出意外没有，就没有聚灵奇术。哎呦，还神行靴，不过这个神行靴，哎，还行啊，打仗的时候咱们换下来。哎呀，你看人家土系了，这有个这个硫磺仓库啊，咱们明天再研发一下。但是咱没有智慧啊，现在不着急吧，先不着急啊。咱赌一把，咱赌个聚灵奇术，搏一搏。哎，单车变摩托，哎呦，我天呐，坏了坏了，这个聚灵奇术不知道何时才能学会。来黑棋，吸血鬼现在不用带啊，现在没有形成规模，把这些矮垛子先收拾掉。谁的？不接受战俘，学水系，亡灵学水系。啊，得学了，因为现在是招魂和防御都是高级了，下级容易骗啊，咱们学了吧。好歹咱们能赌个祈祷，还是有点用啊。不过这个亡灵学水系是基本没用。借兵。哎，咱们这个副将就一个怪不打，全部交给咱主将艾莎。现在艾莎9点的攻击啊，这个狼人锤掉，啊，有11个骷髅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小矮子怎么会死人呢？小矮垛子走得太慢，一刀，哎，丧失理智，搞定。啊，土系，好吧。都访问了啊！哎，给他整个加农炮，给这个艾莎带上，也是一个远程兵啊。随他，哎呀，黑棋用的是真舒服。哎，我走，搞定。多少人？锤他！
哎，智慧，四个飞龙，四个也是啊，四个飞龙也是飞龙啊。来买个炮，给艾莎送去。来取这个吧，我不甘心啊，我继续研发。来来来，火球不要了，巨灵，哎，出来了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完全体，准备就绪。完全体，准备就绪。好了，谁说深渊号角就滚不出骷髅的，是吧？挺快的。那没必要建设了啊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好了，咱们现在有巨灵骑术了。这个失误还是升了级带出去啊，但是现在会巨灵骑术的结果就是，咱这个吸血鬼王遥遥无期了。走吧，直接走。你就站在这儿啊，每周给我收钱。你上这儿。艾莎是女的，艾莎是个女性。哎呦，这熔岩元素，锤她。哎，那不跑呢？这打的其实也就这样啊，咱没有必要再浪费一个巨灵骑术。哎，打架的时候咱们换上，哎，平时过夜的时候咱们再换一下。哇，66个，等着，这个死亡之云不会波及到元素啊，所以说你不用妄图用它那个云打两个。啊，他不走啊，你看挺能藏啊。你现在一块烧着两个也烧不到，所以说咱打一个，我过去一刀，一刀还五个，这个石元素走得挺快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咱们就看一下啊，咱们烧这儿啊，只能对他自己烧，咱们切肉搏锤他，搞定。干扰术，哎，其实学干扰术可以啊，不学。21个，好，过夜的时候换这个。哎呀，这怪物宝屋是最喜欢看见的东西啊！啊，这个东西太好了，这给我送骷髅兵的。就这样，34个，这个先耗子为之。哎呀，这么多苍蝇树啊！狮子纹，哎呀。这个龙之鼎看来是有生之年了。哎，你教我一个迟缓大法呀！打架的时候换啊，这不打架你老换它干啥？哎，跑就对了，不追，直接自动啊。这个龙吟宝物你自动和手动差不多。好，6个飞龙，回答，高级防御，啊，现在还没有偏的风险，打他，34个，我来收拾他，来起个高级骷髅庙吧，等到最后咱们还是要升一下级，爽一下。哇，又有一个鸭子树啊，僧侣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好打啊。
打下矮子，死个飞龙不行，不能死，不，你不能死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骷髅王带的这个骷髅海都殉爆了，真正玩这个招魂术最厉害的是那个姆拉克爵士，但是他学不到那个招魂术，如果他能学到，他肯定是最强的这个墓岩英雄。搞定，19个，直接回城吧。现在回城啊，回去吧，先回去。高级黑旗缺什么？缺两个水晶，换，缺水晶换。黑旗可必须得整，来黑旗，升了级厉害啊，又厉害又帅。那不着急了，周一再走吧，咱们先把这风暴元素锤掉。来中途。来，强哥慢慢升吧，强哥也给他升级。啊，半人马之月，你就在这里给我赚这个资源，走。啊，行了，现在有聚灵奇术啊，也行啊，就这样。这个由于咱们研发聚灵奇术，所以说现在幽宅是迟迟升不了级。哎，没事啊。骷髅兵升级是一点用没有，咱们先不升啊，他不是骷髅王带队的，没必要升。我看这龙国，要不咱把它打掉，咱们把龙国打一下，我看一下能不能，我看行不行啊，啊，到底行不行。来，一块升吧。我看谁买的加农炮来着，是不是你啊？对，他这有加农炮，来给他，来禁锢之灵啊，这个亡灵拿极强。然后这艾斯瑞身上没东西啊。行，这个魔多我看一下，把这戒指给他，这个幸运草，哎，可以，锤打。好，30个，多少人？人不多，试一下。哇，啊，都打咱四巫啊，咱四巫身上是有秘是吧，来招魂，骗个反击，搞定，往这跑，直接砍他的这个。来接着巨灵，来剁掉，再跑。这黑旗现在是马上就要死一个，我看能不能直接一个双倍直接秒掉啊。啊，想屁吃。来巨灵，这黑龙不能让他死啊，这个黑龙。哎，死了吧，就飞龙死的多点。哎，高图泰坦战甲守护神之盾火系魔法书，哎也行啊，现在巨灵奇术厉害了，巨灵奇术这下牛逼了。那顺道再也养个布，这局充分发育啊，这发育的局好玩啊，有点 RPG 的感觉。这飞龙不带了啊，这个飞龙就直接让他在家里。然后上这边看看，上这边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魔多先上这儿吧。哎，好。
不经验吗？打他。八个。哟，黄金弓啊！哎呦天，这东西也行吧？这个失误它也有用啊。搞定，火系不学了，再学偏的姥姥家人。这还缺进攻，缺后勤，缺气息。缓一缓，有火术也不是不能学啊。那这个压制符文先扔了，这样直接套上靴子锤他，这样死25个骷髅兵还行吧，不亏就是赚。打他20个，行，好，给4个。哎呦，来打他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紫黑旗我绝不答应，不用浪费的法术了。哇，直接轰死一个，一刀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聚灵一下，搞定。高级水系了都，经验是吧？哇，真的是经验。哎，智力来一个，战术不来了，没有空了啊。戴斯，哎呦，你看看人家，哎呦我天哪，地下领主为什么是永远的神啊？他确实神啊。哎呀，这别有洞天啊，这里啊。啊，不整了，老家是一切安好，把他盗贼锤掉。打他，哎，还行。哎，宝石戒指，来锤。这个频繁的打架的时候，咱们就不换了啊，这个浪费这个直播的时间。咱有泰坦战甲了，没啥用啊。盾牌也有了，守护神之盾，那确实是一个能换的也没有。哎呀，这应该是个好东西，上去看看。哎呦，这都是人马，走了，我不打着，我走了哈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不还差一个吗？这快了，哈哈，快了啊，快了，我看是快了，还差一个护身符。哎，这老是忘了更换，没事。哎，锤他，这不就滚起来了吗？这戴斯我看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这个图你看啊，就只要是你的电脑只有一家，它就到处都是这个宝藏区，就打起来特别有意思。要来要来，哎啊，回去了。啊，你马上就要来了，结果你回去了。不买了，恶魔不买了。来，打龙营。锤的一个都不让他跑，28个反击，哎哎，就喜欢怪物宝屋啊，这是简直就是骷髅快乐屋。哎呦，哦，敌人还是个地狱啊，哦，应该不是他老家啊，他应该是这只是一个城而已，他的主力应该不是这个地狱啊，要不然这么快结束了没玩够呢，可能是个港口，应该是个港口。戴斯要殉国了，哎，他不打我是吧？啊，来逃跑，来打枪兵，啊，躺赢啊，
哇，79个，快不快？要不然的话，现在咱已经100多个了啊！锤他！28个，剑术，哎，器械来了，就缺了后勤了。其实这个没有也差不多啊，咱有靴子，没有后勤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啊，4个飞龙。现在他的主力碰上咱就是碰者力碎呀、啊。现在快3个月了，咱们到现在还没有见古龙，其实就是有没有一样。打他！哎呀，不行，四良黑旗不同意。哇，刚才那炮干掉几个？其实应该得整个剑术啊。整剑术，咱们万一有鬼王斗篷呢？哎，不行，这椭圆术还是有点多。来，磨他，他人还真不少啊！你别说啊，100多个还挺肉啊。他还没来啊？他来没来？他没来。我套个盾来，不用了，我只要远程来锤他。你看他20多个没干掉我4个幽灵，你说他有点出息没有？造成19点伤害，高不高？闹剧啊，搞定！哎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怪物宝物啊！你看这多15个。锤他！赶紧拿那个披风啊，拿完咱们就回去。先把这带丝买出来。这个古龙咱就不造了啊，这个增加点游戏难度，咱们不造古龙了。带丝其实可以培养培养啊。你看这技能，你真的非常满意啊。还有个护身符没有啊？怎么结束的？我还过不去，得从这边，来这边来打吸血鬼。哎，你这点人啊，哎呦，我骷髅海真的不跟你开玩笑。来攒36个，买。我正找你呢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来看什么英雄？哎呀，欧灵啊！我的眼睛啊，再见！看见这个急救术我就反胃。啊，好，别走啦！哎呀，皮克杰姆啊，这不是我说你啊！哎呀，又是椭圆术，大群，大群也打，逃跑打他。一个黑棋不能死，砸，先砸着走得快的，到现在不会吃缓啊，就很伤。砸，够不着，来回去。来骗个反击，吹风也不会，你看都不会。哎呀，怎么都不会呢？1刀30多个，死了30多个，凶多吉少，搞定。好，披风，这个大师勋带不要，换这个。啊，那过天咱们就再把那个这个换了。啊，这个行了，算了吧。周天，咱们把这个骷髅兵整出来吧。不是骷髅兵啊，那个古龙啊，好歹是个七级兵啊，他不要面子的吗？来，整出来吧。在那时候我不买你啊。打
他。好，现在十个独眼，哇，这么多恶魔！哎呦，这恶魔我看还是得美一美啊！这怎么这么多恶魔店啊？哎呦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呢？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我应该能看的东西吗？战争枷锁这种东西，它是一般能轻易问世的吗？哎，还缺十个水晶啊，到现在连个水晶厂没有。哎呦，会时空之门了，这小伙子。谁的？我看干大妈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就挺好，比那欧灵强多了。这老流氓让这个干大妈在这买恶魔啊，这恶魔一周三个能攒不少啊，这边这个都攒两个了，买点恶魔。比蒙来锤他。不行，不会迟缓、啊、很伤啊。砸。刚才有点小疏漏。装备啊，他两个没干掉，我一个，玩死几个，来回来。哇，你看这独眼也不差呀，搞定。来高级器械，哎呀，咱高气高土了，但是现在你看这他不会加速减速啊，我就很烦啊。不整了，让你活几天。这还有个地狱，我的天哪，这恶魔这真的是要批量繁衍了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好啊，这个东西质变啊，这骷髅海最喜欢的就是加速的。这个禁锢之灵咱们换下来。不要了，哎，也行，禁锢之灵要。这样的火书要不咱不要了，这个火书没用啊，这火星魔法书没得用。祈祷，哎呦，真的学水系没白学啊，祈祷啊，天哪，亡灵吃祈祷啊，强啊强啊强啊，我靠，这局太爽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爽。好，他要走了啊。好了，你们撤退。哇，这还有火怪，我天。哇，你这个地狱城配套设施挺全啊，那我更得把你打下来。三个恶魔殿，两个火怪，我天啊，这哇，这个地图太有意思了。这张图怎么能这么好玩呢？哎，弃城而逃是吧？锤的啊，好，哇，哇，太爽了，这局简直就是爽局啊！哇，咱后期咱们可以带恶魔海啊，恶魔好多啊！一周的话，现在是一周八个恶魔，八个恶魔，然后十个火怪。很好，好，很好。哎，就带几个黑骑出去溜达。哦，他就从这边来的啊。咱们只要守住这个咽喉要道，哎，就哦，这边有水晶厂。水晶厂的话，那干大妈带点恶魔去把它灭了。来，上下边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小杂鱼解散了，不要了。哎，高级火怪，哪有减速？瞧瞧这哪有减速？你先没有，我还先没有呢。哦，这边来一个，不行，这事不能让咱主力干。
来个小干巴。啊哈哈、啊，行行行，行行行行，强哥他想出场，咱不拦着，咱买条狗，带着狗出去吧。你去站木头。走，飞龙不带了，刘成礼，走，走走走。缺个那个护身符啊，看看有没有吧。你几个人啊，敢在这浪荡？你这点人，我真的，我都不想锤你。我这五个恶魔，我上哪地方？这不追上被干掉？藏一下，在这藏着吧。你上上面看看。戴斯没啥事，我不需要你了。回城吧。哟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咱干大妈了。没事，我跑不过你是吧？我往回跑。引狼入室，这边应该是也能下来啊。这渗透的挺严重啊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该不会就他老家吧？但是他肯定还有城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对，谢谢你。这又来一个。好，藏头露尾，藏头露尾。年轻人为什么要藏头露尾？追上了啊！哎呀，我有枷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是对付你是绰绰有余。来，我有枷锁，来，别跑了啊！嗨，哎呀。哎呀，还上了个火盾，你吓唬谁呀你？祈祷。吓唬谁呀你？你吓唬谁呀？来，一刀，一刀，你跑不了了，小子。一刀，哟呵，死了黑棋不行。我还砍他，哎，我得亏你这个巨人没死光，来，我又复活，来，一刀，死一个黑棋，行，啊，行，没啥好东西，那炮术吧，咱有加农炮啊，咱学炮术吧啊，也还行啊，这凑合，咱得亏有个炮啊，学个炮术没啥不对的。这挺合理啊，很合理的。来来升级，来升吧。啊，我拿带个加农炮，那个会个炮术也很合理吧。还行啊，不就偏了一个炮术吗？别的哪个地方很差？这个高水咱们有这个祈祷了，也不亏啊。哪一个地方学的不好啊？不就是这个炮术吗？炮术咱有那个加农炮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都在计划当中。来几个人啊？要五到九个恶魔，3325 3132。我的空降回去个高手守城啊，这都玩空降的。咱这五个恶魔不跟你开玩笑。你有科学，我有神功。小怪我不买了，我觉得飞龙比他厉害。好，好，这守的妥妥的。空降回去个高手，这就叫高手。有种来攻城，哎，吓跑了，跑跑不追，这不打。哦，魔镜，我的眼睛。
单打吗？我看。我看这甘大妈再回去招兵，我的恶魔海也是一个大战略。哇，的英雄这么多，你先进进城里休息。咱们一周八个恶魔，是有点猛啊。Nimbus 没有啊，艾斯瑞，我看这艾斯瑞先上这儿。买必须得玩恶魔海，恶魔海加活怪海，这不跟你开玩笑，这看，我靠，这么多恶魔巢穴。行，地上被他们开发的差不多了，来吧，要把那牛哥锤掉。怎么死人呢？不能死，你不能死。看啊，一炮四个牛哥，丧失理智。还是回去一趟，咱们带点兵啊，咱们现在到现在没有鬼王，这说不过去啊，咱们回去砸锅卖铁整点鬼王，来整点鬼王吧。昨天鬼王在从那个路上直接插过去就行了，地下基本上被探索完了，这个地方我也不打算占了，浪费时间，或者咱们让甘德鲁去占下来。又来一个，不让我安生是吧？迎风一刀斩嘛，不分，就这么打着玩。你分开他反而不好复活，你发现没有？咱们有巨灵骑术了，骷髅兵不用分啊。强哥去看看，去作死去吧。哎，马克兄弟先回城。哎，又走了，你看他根本不过来，他们到这个城堡大门就回去。这个抓住圣杯，先回城带兵吧。哎呦他想来攻城，来追追追。哎呦，这城守下来的血雨腥风，我给你吧，我不要了，这城我不要了啊，这城咱这么多兵死了怪可惜的，不要了不要了。哎呦，还有恶魔殿，你开玩笑是吧？一到二个环境应该消灭不了我一个啊，行，死一个啊，那不这么玩，这样啊，这该死的厄运啊，学个智慧。哇，这个地狱这有矿啊，来吧，强哥窝被占了，又来一个。然后他去追我了，这个要塞的主力啊。哎呀，咱们走太慢了，来追他吧，追他吧，这带刺的赶紧跑了，跑跑跑。哎，有个城，够不着算了。哎呀，我的火怪啊，我天啊，一次元之门，我天，再投降，再见。哎呦，这局是棘手的敌人啊，很棘手啊。
很棘手啊。我看只有鬼王斗篷才能与之匹敌，要不然无人能敌。这又是一个烫手的山芋，这局挺麻烦。我看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个时空之门啊，是不是从这儿学的？谁的？又来一个，你英雄这么多，我看你人太多了，我去帮你。哎呀，够呛，打不过哟。试一下，试试就试试。减速是吧？来祈祷。砸！来，去送人头。哎呦，这老伙子这技能也挺强啊。这老伙子行啊，起，哎嘿，一刀，哎，骷髅兵进去了，咱俩巨人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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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骷髅兵了，哎呦，爆弹，我天，我就喜欢，来活过来，160个。秒掉，你看都不敢打了，这骷髅兵，我天，2到5个啊，一刀，一炮，不讲武德是吧？我再回，糟糕，被他撞到了啊，一刀，一炮，别再给我爆裂了，哎呦，我天！弄不上回的啦，我就不打你黑龙，我就走，我等到复活完了再打，我就不打。来，有本事你再暴力，来，我靠，全没了，你还有蓝没啊？你还5点的蓝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我复活，我又进来了，我不动弹，我就在这儿，哎，我饶你一命，来，没暴力了吧？啊，没爆弹了是吧？哎呦，得亏没给他干掉，来来来，再复活。这个黑龙啊，不要再送死了。放这边。哎，我不动，饶你一命，不要喷我骷髅兵啊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又给我多了不少。135啊，他喷15咱还死不了，没事，接着复活。哎，谢谢你的厄运啊，再来复活，476。78，他是得死了。再见吧，咱死200多个。哦，他有那个土灵球啊。哎，你这也没有这个时空之门啊。啥不说了，爱丽丝，上班吧。上我再来上班，我能给你很多好东西，有好看的哦。17级，技能一塌糊涂，但是有高级学术。高级学术是吧？那我不困了。高级学术不困了，那你先上这儿来教教我艾莎，然后再上那边上班啊。不困了，不困了，来吧。哎，这不困了。哎，这不都会了吗？真的，谢谢你啊！来来来，都会了，都会了啊！来，你拿这个。哎，狂魔盾，你去满世界的去教人就好了啊！你就满世界的去教人吧啊！哎，你拿这个，哎，土灵球，来这样，土灵球。哎，这样你穿这个，哎，这样，哎呀，谢谢你的电池啊，谢谢。
嗯，我靠，天赐神兵了，马上降力量，来这个好。哇，这局怎么这么有意思啊？火书不要了。好，我看啊，时空之门我去哪儿？我带上这儿。这个他亮他过不来。干大妈，我看，哎，我十个恶魔我还能跑不了吗？真是，来来来，我正大光明的过去。就这里就这一个顽敌，咱们还是让这个甘德鲁当这个主力。我看现在咱们直接爱丽丝过来交一下兵，我看就能直接把他克帅端掉。哦，算了吧，他人不少。甘德鲁先回去，先回去。至少现在咱的老家不怕被偷了。看他怎么办啊？哟，有个人来的挺快。哟，哎呦喂！你的主力我逮一个灭一个，我告诉你，这法夫纳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我逮谁灭谁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大战三百回合。我看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哈、啊，达克斯多啊，老朋友啊。来揍他，就死点骷髅兵。哎呀妈，都会内向暴力啊，有完没完啊？咱先来个，哎呀，吹风也会了，这爱丽丝会的东西不少，来减速。哇，你还一炮一个巨人，挠他，来一刀，开始聚灵。啊，这样死二十个，又一个神行靴，来终极炮术。你继续神行啊，来给你点没用的装备。反戈一击，矿石车你拿着吧。来，我装不了那么多啊，来用着。不够用再随时联系啊，来锤他，先在这儿等一天。会时空之门了，这不是就只剩下享受了，没有别的日子了，享受吧。这有个人啊，这个够不着，我临死我得先把这恶魔买上。不对呀、啊、没钱投降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让他有钱，现在就有钱投降了。不就没钱投降吗？还能没钱啊？没钱交赔款、啊、来三万，我够不够？不够再要。好吧，就会个祈祷，来投降。那个是戴斯，那个不是耿娜，所以说不如甘大妈好用啊。来，恶魔带着，恶魔火怪都带着啊，都带着吧。哎呀，没升级，总觉得差点意思，总觉得是差点意思。哎，像不会异次元之门啊。哎，这地方就留给他，咱们现在赶紧的过去巩固一下这个胜利果实。来，你先直接走。这个人不多，这个法夫纳也不多。走吧，反正是今天挺安全。尼姆巴斯得撤一下，先撤了。甘大妈来换一下，来，甘大妈也学会了。来，这个靴子，
你拿本火书。哎，这干大妈可以直接去末日啊，可以末日啊。干大妈末日不错，我看伤害多少。问题来了，他智力不够，智力不行啊。那你去末日吧，你智力好歹是多点。来，技能不行也得要啊，你去末日去吧。来，爱丽丝去末日，这种人我看直接爱丽丝自己就搞定啊。这个不战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和他胡搅蛮缠了，这就直接去地下城的老窝打他啊。时空之门，来起个漩涡，就喜欢这个魔力漩涡，真的舒服啊。哎，不换了，刚才复活不了多少。来，别跑了，不跑。嘿，搞定。小伙子的技能还不少啊。哟，还差点过来了啊，差点就来了。啊，在这个小伙子有黑龙，这个小伙子比较小伙子了，小伙子行，你别说小伙子行啊，我看这人就够用啊，咱这恶魔十几个，咱这大恶魔殿是别想建齐了，这恶魔太多了，买不过来。看一下啊，应该这边有个城，这有个城，这边有个城，还俩城，也就是说现在还两个城。快了啊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。来撤退，撤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现在回去收拾你。好，好了，游戏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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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靴子啊？那就不换了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